大家好，今天让我们来学一学聊胜于无这个词用英语该怎么说。学单字不如学一整个句子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句子。有一个不完美的妻子，总比没有妻子好。若换成是英语，我们该怎么表达呢？其实最好的说法就是 A flawed wife is better than none at all。A flawed wife 就是有瑕疵或者是有缺点的妻子的意思，而 better than none 则是聊胜于无的意思，at all 则是完全的意思。好，让我们学两个句子。Health experts are now preaching that even a little exercise is far better than none at all。句子的意思就是，如今健康专家宣称说，即使少量的运动也远比完全不运动要好得多。Preaching 在这里就是宣称的意思。好，第三个句子，Still, even uncertain data seems better than none at all。好，句子的意思就是，不过即使是无法确定的数据，看上去也胜过于完全没有好。好，这么实用又文雅的英文片语，better than none。聊胜于无，你们学会了吗？非常期待下个视频能够再见到你，我们下回见，谢谢。